主料小河蟹800克，辅料郫县豆瓣2大勺30克，花椒粒小把，料酒2汤匙30毫升，生抽2汤匙30毫升，糖1汤匙15毫升，干淀粉4汤匙60克，姜丝蒜片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一河蟹放在水中加入几滴油，让24小时吐净泥沙。二用刀背把河蟹敲晕，取掉里面的脏东西，切成两半，沾上干淀粉后中火，炸的表皮金黄酥脆，捞出控干油。三锅里放少量的油，加入郫县豆瓣、花椒爆出香味后，加入料酒、生抽、糖、姜丝、蒜片和河蟹，快速翻炒后出锅成品。特写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